我下达一个通知，考虑到这段时间呢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公司决定今天晚上邀请了各大医院的主管领导还有我们的重要客户开一个联谊会。大家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啊，玩得尽兴一点啊。没问题。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任务啊。王岩，任安然现在什么情况啊？在公司进来出去的都不用打招呼了。哎呀，走！哎，你跟他计较什么？他现在是在为我们赚钱，他做的单子现在是公司一半的业务量，他就是要坐我这个位置，我就让他又怎么样？关键是这个。晚上打扮得漂亮点啊。奶奶，你哪不舒服？你说呢？奶奶，你快点告诉我，你哪不舒服？奶奶呀，哪儿都好了。你肚子疼吗？不疼。妈妈。爸爸回来了，今天是妈妈接的我。哦。还是我来吧，你就别失手了，肯定累坏了吧？你看，你看，人家小然对你多心疼啊！妈，我多干点活，累不着。哎呀，都忙活一大上午了，比你可强多了。我公司那边不是没什么事儿吗？闲着也是闲着。今天不用去应酬了。你们先吃，我接个电话。怎么了，郑中？小安，我给你买了套房子，和你在度假村喜欢的那套一样。啊，你真给我买了？行，那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找你啊。妈妈，妈妈有事出去一趟，你跟爸爸好好吃，好吗？